今日我是来欢乐乡，今年起亚盛产，欢乐乡公所甲欢乐农会联手来帮果农促销起亚，除了伫十月二十二号、甲二十三号时段伫半天岩举办的起亚节活动以外，欢乐农会也将要伫这个礼拜，也就是二十九号、三十号，要伫欢乐农会供销部对面的广场，阁举办一场起亚促销活动，有免费试吃、毛趣味竞赛，欢乐农会邀请民众踊跃来参加。欢乐是水果起亚的故乡，每年乡公所和农会都举办着起亚节活动。你公所今在十月二十二号、二十三号这两天在半天岩指挥时盛大举办，包括馆长、张花官、立委陈明文、董天阳到场来推销着在地农产起亚。你由农会主办的场次，也将在十月二十九号、三十号两天来登场。十月二到三十呢，继续在咱供销部对面吼，办理一场这个四季茶香的这个活动吼，就是要来推销咱山区的天气吼，甲地效，以及这个福地兰的这产业活动。起亚营养价值高，有养气清燥的功效，同时咱制作新起亚饼，口感就敢来食咸酸甜同款。另外，起酸会当提来泡茶炖粿，对人体健康真有好处。欢乐总干事李启山表示，欢乐起亚在展售现场有免费试吃活动，有趣味竞赛、街头艺人表演等等。在展售会场，保证是同在地新鲜的起亚，民众点都买着同优质农产品，予搁较侪民众趁着周休假日来到欢乐农会供销部对面的广场来食起亚看老的表演。这是我们单看法，口角红欢乐乡。